你走，你还就把这个花丢到那。哦，哎，下雨呢。哦，哎，拍摄的，我是孕妇哦，不方便淋雨啊。你去淋，你去把花丢上面一点点，我在这里帮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小鹿，哥哥，默默，默默。艾维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要来求我跟宋太太有孕在身，切莫共襄盛举。你误会了，上一次我求安胎是帮我朋友求的，我自己本身没有怀孕了。啊？没有小 baby 哦？我没有。哦，林小茹，你到底来这边干嘛？哎呦，哎呀啦！我跟你讲啦，如愿大师哦，他的门诊哦只剩最后一个名额啦，现在只剩下哦半炷香的时间，赶快呀，了心愿，快点啦，赶快呀，赶快行动。林小茹，不管你想怎样，为了证明我对杰秀的爱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唐爱维，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斗志。站开！你不要阻止我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愿望实现了，你的愿望才会跟着实现，懂不懂啊？我才不相信你这狐狸精说的话！你要小心如愿大师把你劈出原形。林小茹怎么在这里 ？A 楼一那个啊，嗨，帮宋先生求那个事业顺利、平安健康。他跟杰秀不是不是感情很好吗？艾维还好吧？干嘛那么勉强啊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！为了证明我对杰秀的爱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啊！你干嘛？我都告诉你我不会跟你抢了，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好好好，我认输了，那炷香快要烧完了，快点，快点丢啊！好啦，现在胜负已分，我想如愿大师的智慧应该知道帮助谁啦。就是这么有名的模特哦，很漂亮，碎碎碎碎碎，哎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哎，这个刚刚是，这是球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杂，不对，这是球桃，不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啊娘喂，啊两张都有宋杰修，啊是。这道下去，这两个就 over 了。